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16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中俄关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俄的时候表示，中俄关系现在要推动向更高水准迈进，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更说中俄是天然的伙伴，天然的盟友。中俄关系为什么现在爱火重燃呢？而是否是西方国家促成了这一段中俄姻缘？另外，黄金十月本来是中国北京的旅游旺季，但是10月10号开始，北京及中国的多个地区却被严重的雾霾所困扰。如何突出十面埋伏的困境？即将召开的18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在环境问题上有进一步的阐述呢？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而同时，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551，同时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但是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好，谢谢。我们来关注新闻。香港的民主抗议示威呢，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星期。那么星期四的凌晨呢，抗议者和警方在特区政府总部外是连续再次的冲突。那么另外，香港政府表示，他们正透过中间人酝酿和学生要重启对话，并且希望对话最快下个星期就能开始。下面来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星期四，香港的抗议活动进入第19天。在特首办北面的金钟龙河道，连续第二夜爆发警察与示威者的对峙和冲突。一些聚集在特首办外的示威者将路障推上龙河道，大批警员到场阻止，其中包括佩戴头盔和盾牌的警员。现场画面显示，警方挥舞警棍，释放胡椒喷雾，并有抗议者在冲突中受伤。警方表示，在凌晨行动中拘捕了2名男子，3名警员受伤。警方星期三凌晨在龙河道清场时，有多位警察被媒体拍到将已被戴上手铐的一位抗议者抬到天马公园一处黑暗的角落殴打了长达4分钟。美国星期三敦促香港当局就香港警察殴打一名抗议者的消息迅速展开调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我们对香港警察殴打一名抗议者的消息深感关切，鼓励香港当局就此事立即展开透明和彻底的调查。沙奇还说，香港尊重法治和国际公认的和平集会等基本自由的长期传统，仍然是香港保持繁荣和全球重要商业中心名望的关键。沙奇再次呼吁港府保持克制，允许抗议者继续和平表达他们的看法。香港警方星期四表示，涉及在龙河道清场行动中以殴打示威者的7名警察都已经被停职。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星期四表示，他们希望尽快跟学生重启对话。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们正在透过中间人跟学联接触，请他们帮忙安排对话。过去几天来，包括今天上午，通过第三方，我们都对学生们表达了我们希望开始对话，尽快讨论普选问题，希望下个星期就能开始。香港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同意举行会谈，但在学生领袖表示要扩大抗议之后，又表示要搁置与学联的会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说，它的英文网站在中国已经无法登录。英国广播公司强烈批评这一做法，称它是蓄意新闻审查行为。 BBC 世界新闻集团负责人彼得·霍洛克斯在星期三的声明中呢，强烈谴责他所说的限制自由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企图。霍洛克斯说， BBC 向中国当局表示抗议。在中国外交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了 BBC 英文网页被封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公民享有充分的网上自由，并说中国政府依法管理互联网。英国广播公司没有说中国当局扩大新闻审查是不是跟报道有关，但是香港最近几周呢，连续发生民主示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采取所有的适当的保护措施，埃博拉疫情在美国广泛蔓延的风险是非常低的。下面来看美国人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周三在关于埃博拉的内阁会议上讲话时，要求联邦紧急医疗队立即部署到诊断出埃博拉病例的任何医院，以确保采取那些预防措施。我们要确保这样的事情不重复发生，而且我们再以更积极的方式监测、监督、监察，在达拉斯起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把得到的教训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第二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护人员，在出现症状一天前曾搭乘商业飞机在美国国内旅行的新闻传出后，奥巴马周三为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而取消了旅行计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埃博文森周一搭乘边疆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文森的病例促使俄亥俄州发布公共健康警报和注意事项，该州和地方官员试图确定谁曾和他近距离接触，以防止这种疾病扩散。俄亥俄州萨米特县卫生官员埃尔梅说，这个医护人员来探望的家庭在这里，我们跟他的家庭成员谈过话，我们力图获得信息，力图能够建立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当时这个医护人员在哪儿，他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去过哪儿，跟谁在过一起，这需要一点时间。文森星期三从达拉斯被空运转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来自非洲的另外两名埃博拉患者曾被送到那里并成功得到治疗。文森和另外一名护士尼娜范在德克萨斯州卫生长老医院感染了病毒，利比里亚人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曾在那里治疗，他上周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个国家有近9000个确诊或疑似埃博拉病例，已经有近4500人死亡。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今年是中国与俄罗斯建交65周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访俄的时候表示，中俄关系曾经出现曲折，但是现在要推动向更高水准迈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晤李克强的时候更说，中俄是天然的伙伴，天然的盟友。而第19次中俄总理会晤之后，双方也签署了将近40项的合作文件。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发文认为中俄不是露水夫妻，西方应该反思，而西方媒体则认为俄罗斯是因为受到西方制裁所以才转向中国。中俄关系为什么现在爱火重燃呢？而双方是情真意切还是各取所需？是否西方国家真的促成了这一段中俄姻缘？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张教授您好。哎，主持人好。另外一位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先生。沈教授通过电话从上海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沈教授您好。哎，你好。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好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沈丁立教授。沈教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问题呢，对这个俄罗斯有制裁行为之后呢，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不管中国承受多大的压力，永远不会支持对俄罗斯制裁，也不会参与。那这个是否可以解读为说，中国现在的立场是与俄罗斯站在一块呢？我想中国的立场是同正确站在一块。什么叫正确呢？那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成因复杂，300年前
俄罗斯从乌克兰这边取得过那个克里米亚。60年前，那个苏联状态之下呢，苏联内部决定把乌克兰从俄罗斯这边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那边再交还给乌克兰。然后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呢就没有新的一个商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克里米亚的问题做任何一个断然的一个论断都有欠妥当。我个人认为，俄罗斯的目前处理克里米亚的办法不是十分妥当。但是说因此就是说乌克兰在处理同俄罗斯的关系当中没有瑕疵，在处理他的核宪总统推翻他的过程当中是没有违宪，而美国、欧盟、北约国家咄咄逼人的通过这个事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就没有过分，恐怕也不进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分青红皂白，一方对一方制裁，这种高压的强制做法肯定是不正确。所以中国不同不正确在一起，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不一定就是我们同俄罗斯在一起，而是同一个不正确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立场。是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哦，就是刚才我们听到沈教授的分析，他也提到说克里米亚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历史是错综复杂的那当然乌克兰跟克里米亚局势也让很多人拿来跟这个所谓的独立运动做比较，例如说台独、疆独、藏独等等的。那如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的方面，中国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态度呢，对于所有刚才提到这些独立运动，他们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是这样子啊，我的感觉是，中俄之间的关系的话呢，现在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全球战略当中一部分啊，所以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个俄罗斯啊，最近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双方发生的矛盾是吧，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啊，这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但是呢，这个我们要讨论中俄关系，恐怕要从一个更大的是吧一个眼光来看是吧。那么最近这些年的话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话确实越走越近是吧。那么越走越近的话呢，我个人的解读是由于是吧这个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和美国是吧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是吧这个事实上存在的一种这个冲突，尽管这个冲突并不是说完全表现出来，有些是潜在的啊，有些是公开的啊，但是这个冲突是明显的啊。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冲突的话呢，双方在这个意义上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啊，所以的话呢，两方面现在走得越来越近啊。所以有时候的话呢，我会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是21世纪的世界的话呢，很可能是一个新的三国演义角力的时代啊，那就是美国、中国和这个俄国啊。尽管俄国现在在这三方当中，它的整体的活力是显得弱了一点，但毕竟它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啊。至于说，现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独立是吧？比如说这个乌克兰独立啊，乌克兰现在发生的事情，克里米亚的独立，对于这个中国台湾，啊，对于这个现在正在发生事情的香港是吧？对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这个方面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不好展开。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沈丁尼教授，就是刚才您的分析，我们看到说《环球时报》也在14号以这个标题叫做“中俄不是地缘政治上的露水夫妻，西方应该要反思”来讨论这个李克强的这是反俄之行啊、哦、啊！但文中是说到说是因为西方的制裁，还有刚才您也提到说有很多这种西方比较急促的一些的制裁的行为，导致了中俄现在走在一起。所以您的解读是不是认为说的确是西方将中国与俄罗斯送作堆呢？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样的关系稳不稳固？那个我想呢，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固然是使得俄罗斯他在国际上处理各种关系的选择的范围缩小，迫使他更多的依重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仅仅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呢，人们不难得出一种感觉，就是基于这种特殊外界条件下的中俄关系，可能具有特殊性。当外部条件不存在了，这种特殊性也就不存在，
就当年苏联对中国和美国的威胁促使中美走在一起，当苏联解体以后，那么中美安全合作的基石也会松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国家关系相处是否那个扎实，同时持久。我想这里边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物质利益的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安全利益。今天俄罗斯同中国已经完全解决了两国之间的一个就是边界上的一个主权的一些争议，是零争议。这是中国同周边20个国家里边，我们同周边最强大的一个邻国，同时周边那个接壤范围最广阔的一个邻国，是零麻烦。这是大范围接触，但是是零麻烦，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烦，所以相互之间就会感觉到那个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假定对方是一种恶意的一种部署兵力，这种恶意的要改变边界，双方之间目前都不会这么去想。这同中国同日本以及中国同印度之间另外两个亚洲大国世界大国的这样一个相互的关系就不一样。中日领土问题没有完全合法法律上解决，中国同印度之间也存在这样一个领土争议。那么印度就会感觉中国的任何做法都在安全上有可能对印度有害，而中国反之也会感觉印度的做法是对中国有害，所以他们之间就可能缺少安全上的信任和政治上的信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他们的关系也很难走近有一定的极限。那么中俄之间现在是零麻烦，所以他们就是有了一个扎扎实实发展相互之间双边关系的良好的基础。这种基础跟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在乌克兰问题上制裁俄罗斯是没有关系的，就不管他们制裁不制裁，中俄都有很好的条件发展他们之间的安全关系，发展他们的经贸关系。那么现在呢，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外界的推动，把俄罗斯同中国再推得近一点，那么固然会发展得更好，但即使外界的这样一个刺激的因素、制裁俄罗斯的因素消除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又本来就没有一个安全上的相互敌对和对抗，所以也本来也能够发展好。这就是说中俄关系不是露水夫妻的我想的原因。是，谢谢沈教授的分析。那我再请教张博树教授，就是刚才沈教授所提到说中俄中间是这个零争议零麻烦的一个状况，这个部分您认为说就是您的看法怎么样？那如果说今天一旦说西方，例如说俄罗斯与欧洲或是与美国，因为美国其实还是有很大笔的投资在俄罗斯，美国在中国也有很大笔的投资，所以如果说双方的关系这个矛盾一旦化消的话，是否这样的稳固的关系会不再需要或是他们会另外往这对夫妻关系呢，会再另外往其他关系做发展？刚才沈教授提到的中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是零麻烦，是零冲突，是吧？这个，但是这方面我其实有些不同看法的，是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中俄之间的历史，是吧？过去这些年的话呢，其实中国人一般都记得，是吧？在中国近代，是吧？就是这个过去100多年前，那么对中国领土其实造成这个侵略蚕食最多的，恰好是俄罗斯，是吧？那么固然我们在十几年前就是江泽民当政时期，中俄之间最终就这个领土划界问题达成了协议，是吧？但是这个协议究竟如何，其实国内的民间，是吧？中国民间是有很多争议，是吧？因为中国政府在毛泽东那个年代的话呢，就一直不承认这个当年这个沙皇帝国时代，是吧？对中国领土那种这个侵占，是吧？认为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那么后来的话呢，这个虽然说双方在50年代到60年代有过一个短暂的蜜月，是吧？然后后来又发生了冲突，是吧？由于意识形态的和这个民族国家层面的冲突，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吧？这样一种这个对领土的这种要求，是吧？至少我们没有说如果你当年占这些领土是合理，是吧？
一直在强调那是这个不平等条约，是吧？到了江泽民时代的话，大概是2000年或者01年，是吧？最后的话，双方签署这个不是2000年，是这个90年代，是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吧？那么至于现在啊，中俄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来看，是吧？我觉得话呢，其实在判断这个世界上国与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关系的时候，是吧？没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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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双方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这种事情，从来没有。那么就中国今天而言，是吧？之所以和俄罗斯走近，俄罗斯的话也在和中国走近，是吧？最根本的原因的话，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对抗西方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是吧？如果我把这层抛开的话，其实中国之间仍然有很多问题，是吧？这种问题的话，尽管现在好像这个不是很明显，是吧？比如说这次的话呢，这个中国和俄国之间是吧有一个贸易互换的协定，是吧？那么张教授，关于这个贸易的问题呢，我们稍后再请您来分析。我们接下来呢，想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沈丁立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沈教授，我们看到呢，关于李克强这次的访俄之行呢，中国的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说，他这一次的访俄之行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呢，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制裁呢，已经导致双方关系非常紧张啊。那如果李克强在不管在俄罗斯还是在欧盟国家访问的时候呢，他说话稍微不慎呢，可能就会得罪双方。那我想听一下您是如何评价李克强这次的访俄之行的呢？中俄之间关系非常的丰富啊，内容非常广泛。李总理这次访问俄罗斯呢，就是要推动这样一种关系的内涵呢更加扎实。那么就是从今年4月上海亚星会期间，中俄领导人开了一个边会啊，那个达成了在30年内，俄罗斯向中国提供高达4000亿美元的能源、天然气的这样一种意向，那么这次呢，把它协议签下来，当然从30年把它拉长到40年，俄罗斯这些气到底在哪里？怎么去找到？怎么去那个开发？将来怎么投资？我想有很多很麻烦的、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双方利益还会要博弈。但从原则上来讲，俄罗斯有能源需要出售，中国快速发展需要采购，那么西方也需要俄罗斯能源，但现在有气嘛，就是赌气，就不去买俄罗斯的气，那么俄罗斯的气总是要卖出去，那么这样一来呢，使得中俄之间在这个方面的利益呢就加深。那么这个问题呢是谈了10多年，那么这次的话呢，是延伸了亚星会议期间的中俄国家元首之间的会谈的意向，最终把它签下来。我想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经济合作的成果。俄罗斯相信呢，当双方之间的领土不再有争议，他就在警戒中国继续崛起对俄罗斯本身造成的能力上的一种不平衡的同时，他并不感觉到这样一个崛起的中国将有野心再去改变2002年中俄签订的睦邻友好这个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边有一条，就是双方对那个对方的这样一个控制的地区呢，就是互无争议，也就是互相不提出对对方主权的要求，也就是历史上的那些不平等的一些问题呢，双方采取了一种往前看一个大的一个做法，就把它解决掉了。当然呢，我们也因此获得了通过打仗也不可能就是说双方之间一个全胜一个全败来获得民国政府期间中方失去的黑瞎子岛的一半174平方公里，是通过这样一种协议那个综合回来的。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有信心可以开展较长时间的，包括40年之久的长期的经贸合作。除此以外呢，在谈双方之间要搞高铁，所以先帮助俄罗斯呢搞一个从俄罗斯内部的莫斯科到卡山之间的一个高铁，那么之后呢再搞一个那个7000公里的这个欧亚之间俄罗斯到中国之间的一个战略高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耗时间非常长久。同时呢，投资量非常巨大，双方没有足够的战略互信，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资本，
这很难开展这样的合作。是，那这恰恰是双方往前走了，往前看了，以至于能够做这样一个大项目。是的，沈教授，我想请教您啊，刚才不好意思，打断您的这个分析，就是刚才您也提到说哈，有很多的投资项目，现在中国在俄罗斯帮助建高铁，或者是我们知道说中这次签的项目里面有很多是关于，例如说天然气、石油、能源方面的。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中国是称呼这个前苏联叫做老大哥的。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说，您刚才一开始也提到说，因为西方的这个制裁的关系，导致俄罗斯不得慢慢的要去依赖中国。那么现在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俄罗斯与西方或是与其他国家关系交恶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在很多地区是比较受到欢迎的。那甚至你说这像我们这次的投资协议也看到说，很多俄罗斯也是希望中国投资能够进入，或是说像您说建高铁一些基础建设能够依赖到中国的帮助。所以是不是到现在应该是反过来俄罗斯要叫中国叫老大哥呢？我想过去老大哥呢有一个上下级之分了，那个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中国是集中那个周边的一个点啊，尽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那么中国是受益较多，这样一个呢尊称苏联老大哥啊，那个是这样来。但老大哥也比较骄傲啊，有的时候也比较张狂。那么饱经百年屈辱的中国人站起来以后呢，对大哥的这样一些比较不尊重中方的做法呢比较反感。那么最后呢产生了全面的这样一个争端，甚至引起了边界上的冲突。那么今天的话呢，要说大哥小弟意思不大，双方之间我想是一种平和的，一种新的基于利益的而不是说意识形态你是领导，也不是中国有了资金中国就是领导，资金世界上有的是，俄罗斯选择中国，俄罗斯选择了同乌克兰闹僵、同欧盟闹僵的做法，这是他的选择。那么这个是短期的，毫无疑问隔一段时间俄罗斯同欧盟的关系会逐步改善，也许就是在这两天在那个就是欧亚峰会上在米兰的峰会上就会有一些新的各方动作互动会出来。好，谢谢沈先生。我们现在谢谢沈教授，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想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我们想请浙江的方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方先生您好。方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请讲。喂，请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初期啊，那个意识形态，中国方面跟那个苏联的意识形态是相似的。那么好像这个中共跟苏共呢，好像是同一条战壕里面的战友似的。但其实是毛的内心来看呢、啊，和苏的关系好像存在着是貌合神离的一种状态。那么请问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先生啊，今天这个习近平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这个中都现在的这个意识形态看来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这个习近平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是存在着这种貌合神离的一种状态？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好，我们请张教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好吗？张教授。好的，刚才这位这个听众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是吧？当年几十年前的话呢，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用貌合神离还是我觉得蛮贴切的，是吧？甚至是两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吧？但是在争夺共产主义运动所领导权方面的话呢，发生过很多冲突。另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上也发生过很多冲突，此外的话呢也有民族国家层面的冲突。那么今天的话呢，习近平和普京之间是吧，他们两个之间的话，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类比说像过去毛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条，现在两个国家各有各的利益，是吧？这是很清楚的。两个国家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现在不一样了，因为俄国不管怎么样是吧，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完成了初期的民主化转型，虽然现在有倒退它和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完全的党权体制国家在体制上是有差别的，是吧？但是呢，这个俄罗斯还在继续燃它的过去的沙皇梦，这是很明显。中国的话，习近平现在提出一个中国梦，是吧？中国现在要实现一个党国的中心和红色帝国的崛起，是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它和沙皇和
和这个普京的俄国之间，是吧？可以说它既有这一种相互需要，是吧？这个相互依托乃至相互利用的关系，同时当然也有着很多矛盾，因为中国如果真的强大了、崛起了，我想俄罗斯它也未必就高兴。是，那张教授，我就想请教您哦，因为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媒体是以夫妻来做这个形容，我们知道说夫妻两个在同一个家庭，如果说双方都很强势的话，可能这段婚姻就很难够维持长久。所以，像您刚才所分析的，如果中国跟俄国同时都很强大，同时都很强势，又是紧邻的两个国家，欧亚大陆虽大，能够同时容纳这两个强国吗？而且，如果说未来双方各自在其他地方发展关系，是否这个所谓的夫妻关系当中会出现小三呢？嗯，我看这个中俄之间目前的这种紧密关系其实也是暂时的，是吧？他们是因为面对着这个西方的压力，是吧？那么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啊，对中国的话当然是有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内，是吧？对俄国的话呢，主要是担心，是吧？他的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这个军事力量的国家，又有着过去长期的扩张传统的国家，是吧？担心他现在在这个欧洲，是吧？在他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话呢，去兴风作浪。是吧？所以两方面之间的话呢，现在是由于这样一个共同的利益，才现在走到一起了。但是我可以断言，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啊，中俄之间的关系还会有变数，是吧？它会随着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那么不断生发出新的东西来，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可以仿照中国人熟悉的《三国演义》的这种模式来考察未来中国、俄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嗯，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呢，想请沈迪利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刚才也提到说，在这次签订的这个李克强和俄罗斯签订的这个协议中呢，有非常令人瞩目的就是这高铁方面。那么我们知道呢，也是俄罗斯跟北京之间呢要建这个欧亚的高速运输走廊啊。那很多分析人士说这个走廊呢对中国其实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战略意义的，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战略意义到底在哪里好吗？那就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啊。我的看法就是说，可以把两国之间的这个交通啊，来往啊，可以大大的这个就是提高。比如讲高铁的速度是如果每小时400公里的话，飞机的亚音速巡航速度是800公里，那么高铁的速度最快的话，目前技术将近是飞机的一半。飞机如果是北京到莫斯科，需要10来个小时，比如讲10个小时，那高铁只有20个小时，所以它的时间上比飞机慢不了多少，但是它的安全性、它的快速运输性以及它的成本，以及一个火车可以带20个车皮，每个车皮如果几百吨，那么就相当于一个运输机的这样一个运载量，但是你在地面上以一个低摩擦这样一种经济成本。来带动20架飞机用一个运载体一次性来完成这个装载，双方之间的物流量就大大增加。那么双方之间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快速以经济成本可控的这样一种物流的流动，形成财富的快速的增值。所以由于这根高铁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俄罗斯既然签了这样一个协议，他就是愿意看到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中国继续发展，他可显然会为中国的发展周边这样一个强权的崛起，他一定会有担忧，但是他觉得他愿意帮助中国，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起码是等量的利益。他通过这条线我们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里边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分量，从中国这边大大的获得中国的发展给俄罗斯继续崛起以这样一个推动。所以大家相互依赖，相互抱团取暖，使得俄罗斯更强大，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中国更强大，在世界上更有地位。好的，恰恰是因为前面一个边界问题彻底解决了，双放心帮助对方成长。好的，谢谢沈丁义教授的分析。看起来的确这个高铁对中俄之间的关系还有互相的经贸增长是非常的重要哦。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中俄关系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张博士教授还有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员副院长沈丁义教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的是北京的雾霾，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黄金十月本是中国北京的旅游旺季，但是十月十号晚间，北京却开始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 ，PM 二点五指数濒临爆表。被雾霾所困扰的不仅仅是北京，包括华北、江浙及四川盆地等地区，普遍是一片大雾弥漫。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环境大挑战是如何一边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边要受环境资源的制约。如何突出十面埋伏的困境？政府应该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在环境问题上有进一步的阐述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教授。张教授您好。哎，你好。那第二位呢，是美利坚大学的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丽教授。夏教授的英文名字叫做 Judy Shapiro， 而夏教授您好。你好。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通给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讨论北京的雾霾问题。嗯，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关注一段去年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歌曲《大雾版北京北京》，这是网友根据歌手汪峰的同名歌曲改编的，一起来看一下。当你漫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空气污染指数竟然不断爆表，除了陷阱般的楼阁把你我围绕，我依稀看到了满街蔓延的口。夏教授，您刚才看的这段视频呢，是中国的网友呢根据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叫汪峰，他的一首歌曲叫《北京北京》改编的一个叫《大雾版的北京北京》。那么这个歌曲呢，去年从年初2013年年初开始呢，在中国互联网上是流传非常的广泛啊，所以呢，可见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网民呢，对北京这个雾霾，或者说整个中国很多地区这个雾霾的问题是相当的关注的哦。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刚开始，已经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线上等待发言，所以我们可见大家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关注的。那么作为您在华盛顿地区居住，我们天天呼吸着非常洁净、非常干净的空气，我们好像都觉得习以为常了啊。那么您看到这样的一种画面，您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人非常生气的，而且应该是非常生气的。因为这样，是非常不安全，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你会感到你的生命是受到威胁。那我看了一个数目，他就说北京的人呢和北方的人，他们生命会减少5年了。他们是的，那是去年的一份报告。对，而且呢，现在呢，
旅游团不愿意去，而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官员是就是裸体官员，就说官员把他们所有一家人呢送到国外去，所以有权的人呢他可以想办法不住在那里，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应该很生气的。我想请教，就是说您对这个中国的雾霾问题有所了解，所以除了北京是大家比较关注有雾霾问题之外，在中国其他地区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整个东部是非常危险。我上次在中国，我是乘火车从长沙到北京，那一路上都是雾霾。你到了北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好像是蓝天了，可是其他地方是非常严重。夏教授，我们知道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差不多是不是第一批也是第二批就是非常前到中国去进行教书的这样一个美国的学者啊。那您先后也在长沙待过，在重庆待过，对吗？那是当时就是30年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还有空气跟现在相比，您觉得是怎么样？哎呀，我觉得它恶化了嘛，非常非常明显。是的，就是我感到非常为中国人感到难过。过去呢，中国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那现在呢，为了什么发展，为了赚钱，这牺牲了太多。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因为这种污染应该说是别的国家的污染迁移到中国去了，因为中国是生产别的国家的这个产品。所以呢以后呢中国发展呢，说不定中国也会想办法把这个污染呢迁移到别的国家，更加落后的国家去，那这个也不好。我们整个地球是没有办法受到这么多污染，而且用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像一个别的发展的道路。希望中国可以给我们发明一个。好，那我们接下来想听听张伯树先生的看法啊。我们看到呢，刚才这段视频上的这个2013年这个雾霾的景象呢，在我们现在看来呢，仍然非常的熟悉啊。那么这次呢，北京10月上旬的这个雾霾呢，好像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改进。那么我们也知道，从去年开始，其实从中央到地方呢，就有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像比如说，2013年呢，中国开始把这个空气污染呢 ，PM2.5 呢，作为地方官考核的一个硬性的指标啊。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比如说环保部的部长周生贤呢，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在上海的时候就表示说治理这个大气污染要采用铁的手腕。那么为什么一年过去了，好像这些采取措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呢？张教授。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谈一点感受啊，因为刚才听这个夏教授来讲这个他的一些个体会啊，我深有感触啊。我是北京人，我从小就在北京生，在北京长，是吧？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啊，所以北京的这个环境的变化的话，我自己可以说是有发言权的啊。那么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北京的空气确实很好，是吧？天总是那么蓝，是吧？除了春天有一点风以外，那北京的秋天特别特别的漂亮，美得很啊！我现在住在新泽西，那我觉得当年的北京的话不亚于今天的新泽西，是吧？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从这个雾霾的话呢，居然是到了这么一种程度，是吧？我自己记的话呢，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我第一次感到明显的沙尘暴，是吧？整个天完全是黄的，是吧？那当然后来的话，这些情况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吧？刚才我觉得您提这个问题很好，是吧？说起来的话呢，这个一个雾霾能够严重到这样一个程度，显然证明，是吧？那么政府在雾霾的治理、环境的治理方面，它这个治理水平是有问题的，是吧？治理能力是有问题的，是吧？我们也知道的话呢，这个 PM2.5 的话呢，它的来源是吧，无非是这几个方面，是吧？一个是这个沙尘，是吧？就是这个土壤尘，啊，还有就是这个垃圾焚烧，是吧？另外这个燃煤，是吧？此外的话，当然汽车尾气是吧，还有就是工业污染是吧，大概跑不出这几个原因去。那这几个原因里边的话，涉及问题很复杂，有些是和这个环境保护有关系，比如说治理沙尘暴是吧。中国的确过去这些年的话呢，在这个建设这个三北黄湖林是吧，这个方面的话呢，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成效总是不显著啊？
再比如说这个汽车尾气污染，是吧？对它和整个和北京整个作为一个城市，它的发展模式是有关系的，是吧？北京的话，一个大城市原来就很大，后来的话继续摊大饼，越摊越大。但是的话呢，整个它是一个这个是集中的，是吧？车辆也集中，人口也集中，是吧？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尾气污染是不是必然，是吧？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说起来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吧？综合性的问题不是今天一天造成。因此您刚才提到说2013年说政府这个强令，是吧，改变过去的方式，要把这个治理污染和这个官员的这个升职，是吧，要把它联系起来，是吧？当然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式，但是毕竟这个事情，是吧，说老实话，这是这个积攒的时间太长了，是吧？能不能够在短期内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表示怀疑的。是，谢谢张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线上，在我们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有一个问题再请教一下夏教授。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奥巴马总统在11月底就要去北京参加这个 APEC 的峰会啊、哦。那我刚好有认识在白宫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正在忙着就是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啊，还有这个雾霾问题等等的环境保护方面，在准备给总统带去到这个北京去跟北京方面做商讨。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您认为说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到北京去，在这个方面会跟中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吗？会希望说中国能够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呢开始越来越多的承认每个国家他保证他自己会做到一些事情，可是签署一个协议呢是不一定的，知道吗？所以现在我们就谈很多，其实就很多往前走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中国，他做到了很多，美国也开始做到一些很多的事情，可是法律上的协议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而且我想另外请教，就是说您的观察，中国其实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方面其实规划的蛮好的，但是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上的执行有一些问题，这您的观察怎么样？对，这就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法律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是环保局呢，它的权力不够，它的权力跟那省政府的权力都差不多了，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呢治理这省政府呢。另外呢，我觉得这贪污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人家就是特别是官员，他们还是向前看，所以他不会就是为了他。就是如果他影响他自己赚钱的话，他不会执行这法律。另外呢，他还要看他的能够提上呢，他可能是依靠那个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环境的控制和治理。所以中国有很多这个结构上的问题。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谈中国老百姓是非常非常生气呢，所以我觉得党啊和政府呢现在应该是还有一点害怕，因为老百姓呢他现在非常不耐，也就是他们不耐烦了，他们不能再等待。我看了一些资料说什么可能要等16年才可以把它弄清楚，那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时间。对，孩子都大了，16年。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江西的林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林先生您好。你好。你好，各位专家啊，哈，请讲。这个雾霾不单是北京的事情，我看这个整个现在这个城市这个推进什么城镇化，这里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每个城市都是这个无限度式的这个扩大城市规模，你扩大城市规模的这个同时呢，你就毁掉了林地啊，毁掉了湖泊啊，对吧？这个本来就是它可以调节作用的嘛，调节空气。要调节环境的嘛，但你这个反过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扩大呢？扩大是地方政府这个为了财政税收的嘛，捞税收嘛，那个是零成本嘛，因为地是天然的嘛，卖给开发商是纯利润的嘛。那么旧城这个一方面又面临着旧城的改造，这个4层楼、5层楼的房子，破旧房子，城市里面很多啊，他就不去改造，为什么呢？这个是要拆迁，要政府要拿出钱来的嘛，他太舍不得嘛，他不好摊不到嘛。就这个问题，这个恶性循环的。好，谢谢江西的林先生。还有一个汽车尾。接下来请天津的郑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郑先生您好。好，你好。现在这个
环境这个雾霾啊，主要的环境，我那个97年到北京飞机场的时候，汽车一下子，一到一下之间那个味儿非常重，而且山北这个防护林体系啊，它这个没有实施好，因为这个植树造林啊，相当于被破坏了，放牧啊什么的，还有现在这个土地开发，把草原把这个林地都这个当那个农业用地种菜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河北这个内蒙这个交界处，到处都是，而且这个青山绿水没有啊，都是。好，现在天津的郑先生，您的电话连接不是特别好，我们现在先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好吗？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你好。中共以前一直在强调，不能走西方那套先污染后治理的路。结果自己不但走了这条路，而且比人家更严重。我现在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啊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环境，因为这个政府太腐败了。另外呢，就是老百姓也没有能力参与。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奴性太强，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不愿意让老百姓过多的参与，所以很忧虑这个事儿。实在没办法。中国不但是这个空气问题太突出了，什么水呀、啊、什么食品啊，什么污染都有，钱人都往外跑了，这个是很有理的事。我就说这一点，谢谢。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我们想请张博士先生分析一下刚才江西的林先生提到这个城镇化的问题啊，您的观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您觉得这个城镇化呢，李克强总理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强调这个城镇化，他究竟会不会？对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造成更大的影响呢？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中国现在面临某种两难，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中国原来是个农业国家，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农业的人口占相当大多数的一个国家。那么实施城镇化，大概是这样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吧？一个途径吧，啊！但是城镇化的确会造成一些个新的问题，是吧？一个是这个如何来保护环境，是吧？再有一个话呢，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社会的基本公平，是吧？那么这里边的话呢，可以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是吧？李克强的想法我觉得是好的，但是能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一个既能够让中国的这个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同时的话呢，又能够避免一些个这个可能产生的一些个负面结果，是吧？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本来的话呢，如果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之内的话，这些问题通过这个廉政，通过公民的参与，通过独立媒体的监督，是吧？这个这样一些办法的话呢，也可能会使这个问题的话呢解决的好一点。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的话又是这样一个党权体制的，是吧？带有专制特性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在政府决策的过程当中和执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大量的腐败现象存在，所以我们确实感到很担忧。刚才江西这位朋友都讲了，我都很赞成的。是吧？我也很有这个。谢谢张教授分析。我想请教夏竹立教授，因为刚才我们那个云南周先生提到说，以前是说要走西方这个污染在发展的道路。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刚才您跟张教授都分别提到一小部分，就是关于西方的这个公民意识能够去促使这个污染做改变。我们知道在西方有很多的这些环境的团体啊，包括就比较激进的绿色和平啊，或是各个地区都有很多的这种绿色的组织，那这样子的 NGO 非政府的营利组织呢，或是当地的公民组织社区，他们会主动发挥公民的力量来改变政府的政策，或者是迫使政府必须执行这个环境的法律。但是在中国，您的观察，这些 NGO 是不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或是公民想要施行他们力量的时候比较会受到压制呢？我觉得中国的情况现在大有变化。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NGO 呢，它做得非常不错了。其实中国的比如说绿色和平还有很多别的了，他们推动老百姓，也推动政府，有时候跟政府合作的去执行一些法律，特别是这个资料的透明度，让老百姓参与。现在呢，这网站我们说这个社会媒体呢，完全改变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未来。我觉得确实中国还是有希望，没有那些非政府组织的话。和老百姓的参与和监督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我是没有希望的。可是我确实发现这些组织呢又非常勇敢，又非常的有创造性，
又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呢，那变化自从1994年开始是自然之油的发明之后呢，这个发展简直是太快了。当然呢，政府还是非常严格的控制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可是在这个环保方面的它那个空间还是有。夏教授，您刚才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英文的报纸《中国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就是说中国要在2030年才能达到这个空气才能达到这个合格的指标，国际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指标。那您觉得这个16年这个时间靠谱吗？这个我没办法分析，我希望不会有这么长的。你希望不会有这么长？会不会更长？有可能也会更长。不会更长的。不过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的关系哦，对，社交媒体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公民因此了解这些污染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这个2.5的这个指标，其实一开始是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大使馆先在 Twitter 上发布。哎，一开始发布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还非常生气啊，认为说这是干涉内政。但是现在好像反而他们自己也去 adopt 这去寻求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美国这一方面，美国是不是也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协助了中国在一些的这个环境保护上，或者是这个污染上的一些的这个改变呢？当然，美国政府的那个2.5的那个事情呢，是参加了，可是，一般呢。它不是美国的问题，它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那么老百姓他现在开始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化学料它是闻不到的，没有办法知道，可是他也知道它是非常危险，所以呢他上网他就知道了，他就不敢喝水，不敢吃饭，也不敢呼吸，那他跑到哪里去了？那当然非常生气。好，张教授，我们知道呢，18届三中全会就去年的时候呢，提出一个美丽中国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也是首次提出来的。那美丽中国有很多方面，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基础当然是这个环境啊、空气等方面。您觉得我们下礼拜一呢，马上就要看到四中全会，就要开四中全会。您觉得在四中全会上，对这个环境问题、大气污染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表述呢？四中全会主题集体是如何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吧？这是按说的话呢，和环境问题是有关的，是吧？我不敢说，在这个四中全会上，这个环境问题会当作一个多大程度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还是说专门会有这方面的内容会提出来，是吧？也可能会有，是吧？我们也希望有，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在中国的话呢，要真正实现一种环境的治理，那么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很重要的一条是公民的参与。是吧？刚才夏教授提到了，是吧？我们这些年的话呢，这个一些个环保组织的话呢，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很令人感动，是吧？政府的话呢，由于这个环保嘛，说起来好像是离政策也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也算网开一面，是吧？但是的话呢，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是非常不够的，是吧？我知道英国有一个这个叫做自由信息法，是吧？那么这种法的话，就是允许公民是直接向这个政府来要求各种数据。是吧？包括环保方面的数据，政府不能拒绝，是吧？这是一个这个民主社会里边的话，一个常态，是吧？所以我想的话呢，中国未来如果真想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话，取得进展的话，那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治理结构，也要改变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吧？特别对政府而言，这个非常重要。最后一个问题，10秒钟，想请夏教授来给我们谈一下。现在呢，根据上海社科院的一份报告呢，北京已经是不适合人类居住了。您如果是您的话，您现在北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您愿意去吗？我只能说呢，我有时候会讲一些课给一些未来的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么他们都说，如果他们不如果没有被强迫住在那里的话，他们都不去了。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北京雾霾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感谢美利坚大学教授、天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项目主任夏竹立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士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出现的民国热，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将讨论的话题发表评论的话，可以到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还有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的账号，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